那小子不可爱，是由林美士、刘特领衔主演的都市甜宠剧，该剧已经定档，将在10月14日开播。剧情讲述了傲娇总裁爱上萌系女保镖，由林美士饰演的女主苏静静与不食人间烟火的在逃总裁顾荣产生交集，并意外成为其贴身保镖。女主虽然个子小，但是身手却是一顶一的好，双拳可敌过四手。在一系列斗趣横生的同居生活和多般误会的相处当中，遵循了恋爱法则，两个人越走越近，后来渐生情愫，最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该剧已经定档，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